嘿，兄弟们，我要来钓鱼喽！今天又发现了一个新钓点。嗯，看看今天的环境，村子旁边的一条小野河，那边有一个桥洞，那边是大水面，环境还不错。今天就在这里试试看吧。但是我们今天就用3米9的就可以，河面不是特别宽。线组一加0.6。浮漂池前1.4克。先来找个底，水深差不多1.5米，非常完美。再来定点打个窝。下雨天气温比较低，我们直接单开心就可以了。开了。全程拉饵，老规矩，开始抽频率诱鱼。哟，啊，双飞海！哎呀呀，那条钓了，这个是个翘嘴，不错不错，第一杆就搞个双飞，先留着。没跑，在这儿呢。哎呦哎呦哎呦啊！哎呦呦呦呦哎呦！哦，这是什么鱼？我去，这么大的爬地虎！我的天哪，这是爬地虎吗？这么大，第一次见这么大的，先留着。看样子是发窝了，跟煮开水一样。来来喽，小金，这金鱼好黑，有小就有大，这个也先留着。来喽。呦呦呦，这条可以哈、哦，终于上一条大的了，嘿嘿。哎呦哎呦哎呦，冷静一点，这条不错吧？不错，金群吧。哎呦我的妈，来喽。呦呦，连开呀。哦吼，来喽，不错不错。哇塞，连杆了，这条不能让它跑了，个体越来越大。哎，不错，进去吧。鱼群进窝之后，我们可以拉小一点，这么小就可以了。嗯，走你，来喽！呦呦呦，这条，哇塞，这条大板鲫，这条算大板鲫了吧？哎呀呀，我的杆子，好了好了，别动了。哇塞，看一下这条，这条真不错。好胖呀，这条鱼！哎呀，吃的有点死。看一下这条，不错吧？纯野生的大板杆，进去吧。来喽！哎呦，大鲫鱼！哎、呀，是两条，然后应该是两条，一个嘴唇是挂掉了。哎呀，别动了！这上边还有个嘴唇子，这条也不行。来喽！哎呦，不错不错，连杆了都。来喽！哎呦，小飞。这条也可以，来，呦呦呦，不错不错，大鲫鱼，又上一条大鲫鱼，这妖娆的身姿，时间差不多了，看下鱼货，过过手瘾，全部放流，长大再来。Nice。